So I'm back for day two. One content idea for sure that I cannot avoid was people were like, when are you going to speak in Chinese? Oh my God. Throughout my whole like schooling years and also like at my previous job, because I used to work for a company that was based in Melbourne, also based in China. Everyone would be like, record Chinese videos. Like you should do, you know, use Chinese TikTok, Douyin. That's the name of Chinese TikTok. Or even just use YouTube. So yeah, all right, I've done one in English. So today is my day two challenge is to record a day speaking Chinese. All right, no more English for today.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讲中文。 那么今天的日常生活 daily vlog 就是从咖啡开始。 每天我都要喝大概2到3杯， 否则我就不行了，太累了。 那么今天的话， 我刚刚从健身房回来了， 大概5点半就出门了， 然后到那边就练了一个HIIT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然后就回来了。 今天没有练瑜伽， 然后回来了，洗澡了， 换衣服， 但我还是在穿那个睡衣， 因为我觉得很舒服。 哦对， 昨天我也做了一个， 就说了一个很快速的自我介绍， 所以今天我就说一个 很短的中文版的。 我叫Ellie 或者艾丽 是我的中文名字。 然后现在我22岁了， 今年23岁了。 我来自墨尔本 澳大利亚。 我刚刚从墨大 或者墨尔本大学毕业了。 那个本科是文学 Arts, Bachelor of Arts。 然后我的专业是， 你能猜到吗？ 是中文。 然后还有一些智学 Philosophy 的科目。 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叫Zimmerman， 或者好像叫Gemma美， 中文名字叫Gemma美。 这个品牌这个牌子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牌子， 然后他们就会买很漂亮很特别的裙子， 衣服都是给女生穿的。 最近我每次都去City， 我就发现了有好多中国的留学生都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可以录一些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澳大利亚本地人的年轻人过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们都去哪里玩，我们觉得哪里比较好吃有好吃的，然后周末我们是怎么过的，或者上班什么的。所以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 comment section 评论区都说一下，中文英语都可以的。 哎呀，讲中文真的不是很容易，我就开始说了，然后一下子就懵了，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其实我好久之前就开始想了要不要开一个YouTube或者抖音账号，但我一直没有做，或者当时我就拍了一两段视频，然后就没有了，没有把它放在抖音上或者YouTube上。但我觉得这也是我 到现在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perfectionist 或者完美主义者，我一直会追求完美，但这个不好，这也有理有弊。但我觉得到现在是对我是有很多的坏处，是因为我就一直就不敢试，对吧？然后最近我就开始想，就我要是从来不做的话，就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对吧？ 就能try，give it a try，试试看呗。所以今天我就要告诉我自己，不管怎么样，不管说得好或者不好，说得对或者不对，就还是要把它放在YouTube上吧， 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也希望我大概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之后，我能就返回去看一下这些视频，然后我会觉得啊， 自己确实进步了不少，我突飞猛进了。<笑>昨天我妹妹的小狗狗Winston 还来了跟我一起拍了那个视频，但我那个这个小猫Raffy 它吃醋了，所以今天我就是要Raffy 当我的助手。 You're my assistant today, okay? 跟大家说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Raffy。 你好可爱。
饿了吗？饿了，好吧，我们去做饭呗。今天呢，我要给你们看看我经常喜欢做的早餐，有橄榄面包，有鸡蛋，西红柿，牛油果，还有希腊奶酪。我妈妈是希腊人，所以我从小一直很喜欢吃 feta。早上我平时没有很多时间吃饭，所以我喜欢做的比较简单的菜。你要把牛油果和奶酪混合在一起，切一下西红柿，烤面包，然后煮鸡蛋。煮鸡蛋这样比较健康，因为你不需要加很多油。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起啦，哇啦！突然你有一个又简单又好吃又健康的早餐，不错吧？谁说我不会做饭呢？哇，做好了。看起来不错哦。好了，天天出发之前我都会喷一下这个香水，然后最近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牌子，Diptyque 是法国的一个牌子，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就质量也很好，very good quality。他们有很多 perfume 香水，然后蜡烛 candle 什么的，下次可以给你一个 review。然后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穿的是什么工作服。OK，今天穿的裙子我叫做公主裙子 （princess dress）。在墨尔本，我们不但有火车，还有电车，所以今天我就要坐电车到 City 去上班了。刚刚过了墨尔本的唐人街，但今天哇，那么巧，今天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但刚刚我录了一段一个很短的视频，你可以看到有好多中国的美食，然后奶茶店什么的。下次我可以进唐人街，然后就在那边讲中文，应该会有很多中国人会很惊讶啊。有老外在讲中文，但今天没有时间，等一下要去上班。刚刚在上班的时候就没有机会拍视频，因为我要认真工作，然后在店里也不能拍什么视频、照片什么的。那么现在是几点了？快4点吧。然后终于有时间可以去吃饭啦。今天我会带你去，就是我基本上每天都去的地方，就是一家寿司店，叫做Takui。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寿司，每天都去那里。现在他们都认识我。我想要2条 tuna 和青瓜，可以吗？你给我做，谢谢。会的，哦，没有没有。My YouTube vlog. What, do you really? have anything to say? Melbourne's It's in Chinese though, but. You gotta check out Melbourne. Check out Melbourne? Today 天气特别的热，所以我要去我最喜欢的奶茶店一方买一杯水果茶，加上果冻哟。我大概35、40分钟之前就下班了，然后回家了，换了衣服，其实也准备睡觉了吧，我累死了。今天工作其实也不算是很辛苦吧，就有点累，
累累的。今天其实也有很多中国客户过来了，我跟他们讲中文了，然后他们都很惊讶。然后就是我旁边的一些同事都是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也有一些中国人的，然后他们都听到我在跟那个客户聊，就聊天，然后用中文聊天，然后他们都会问我啊 ，like each time you speak in Chinese, like what's their response? Are they surprised? 就是你开始讲中文的时候，他们会惊讶吗？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其实我很少跟客户讲中文，因为他们就每次会很 surprise, 很激动，然后他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就问我一些就跟工作没有关系的问题，比如说哦，你是哪里人啊？你中文在哪里学的呀？你为什么会学中文呀？哇，那么厉害啊！你中文说的比我儿子比我孩子说的还要好，就类似于这种话。其实很多次我感觉很不好意思说中文，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发音，然后那个音调就说的不标准，然后我很担心你们听不懂。但还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说的足够好，可以的，可以的，你就继续说吧。但对，我还是会很，就感觉很紧张。但我应该对我自己 relax 一点，我应该多去鼓励一下自己。一段时间在那边工作过，所以当时我有很多中国同事们，然后有一个经理，她特别厉害的一个女汉子，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还记得，她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英语的意思就是 outside of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Outside of the sky, there's a sky. And basically it just means that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one bigger than you, or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thing better than you. And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 lot more because,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constantly like criticize yourself and put yourself down and think, oh no, I need to be perfect in order to speak, obviously you're just never going to get anywhere. So just constantly remember that you can't pursue perfection.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thing better, always going to be someone bigger. You just got to compare yourself. And yeah, hopefully if there's any English speaking viewers here, if you've come this far, if you've watched the subtitles, if I can encourage you to also like pick up a language, pick up Chinese, pick up whatever you want to learn. Yeah, just give it a shot. Try speak as much as you can. Don't worry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Yeah, and keep it up. 加油吧，下次见，拜拜。哦，对，你们要是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关注我，谢谢。